帅小姐。慢点心。哦，巧克力。当当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吃，零食的人。因为我经纪人找我喜欢吃巧克力，所以他帮我买了帅小姐，他就帮我买好了。就是我每次只要一有行程，我车上一定就会放满，就是这个巧克力，因为他知道我超爱吃。慢点心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吃，零食的人，我自己认得，但是就平常真的还好。是我吃的零食种类也不多，辣，满天星，小时候从小爱到大，跟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天，我有拍那个DJIF 的，这是我代言的鞋子，然后那边的广告主他们带给我吃那个牛轧饼，牛轧饼哦，这家我超爱的巧克力，巧克力嘛的意思，买一些，有汉堡上都唔出来哦。OK， 我买一些，我买一些。刚刚，이거도우리한국스텝엄청좋아하는지저들인데我超爱吃这个巧克力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吃，零食的人。